All right， 来到碧潭，等一下我们要去爬山。Boga， 你要坐船吗？啊 ？Boga， 你要不要坐船 ？Boga 想玩水，他想要跳下去了。这是碧潭跳桥，跳桥。不要跳，好不好？跳下去还得了？过了桥之后，到这边，啊，左手边有一个观音步道，峨眉山步道 ，Oh yes， 这里就是最美丽的风景。What the f*** is that？ 请不要乱丢垃圾，请爱惜大自然。Keep going， 波哥。又在休息。波卡累了。800公尺而已啊，波卡加油。往前冲了，我们也要往前。All right, good job。这有一个荒废的寺庙，没有人 upkeep， 所以这个地方就废掉了。这边不可以走，对，我们还是走正途，好不好？好。这边如果太阳很大的话，其实很多的树叶也可以帮你挡住。但是都没有风哎。所以除了挡太阳以外，也挡风。但是这里的步道就没有象山的那么长，那么高。它比较算是平的，这只狗很快了。赤腹山雀，要不要等一下？要那种打鸟镜。好，这里流汗。可以走到一半，还有一条蓝线步道，55米。这个跟这个幸福农场。幸福广场。哦哦，这彩色很美的。All right, I got it。这里就不像有风。主人教就是他。Go Boga, take us up the mountain。我们就在剩下一点点的距离就到了。到了，后面这边就是很多家庭的，爬得很健康，远远可以看到101，有没有？爬到这里大概是30分钟了，跟象山差不多，但是坡度没有这么陡。啊，爬101还是象山比较好了啊。不知道象山怎么爬的话，可以看我们上影片，象山台北101最好的角度，下面有连结啦。Kiwi Kitchens 的纯羊肝。欣赏一下这个风景，我们就走吧。去坐船，我们可以往回走到这里，然后再坐船回去，对不对？坐船 OK？ 行 OK。哎，有美女，还有小狗。Oh, who's looking？ 谁这么没有水准呢、啊？咖啡杯。不可以乱丢垃圾。好安静哦。这种感觉，全部都是昆虫的声音，还有狗的气喘声。林间见到渡船头。哎，这个回程就蛮漂亮的。We made it。禁止 ，I can't even read this。禁止任意丢弃垃圾中文，还要读3遍才看懂。码头呢？这只猫 like what's going on？ 耶，波哥还是不知情这有猫。啊！喂。到新店可以来搭这个船。那后面很多人在训练，他们今天在做练习。谢谢。哇，好可
谢谢，谢谢，拜拜。这就是吊桥的入口嘛，回到我们刚开始的地方了。不会啦，对。这个卤肉饭，回家。